看时间，多少故事时过境迁，忘不掉是你的眉眼。痴人万千，多少故人还能相见，心底仍有温暖蔓延。且道人世别离，几许漂泊，寻寻又迷离，何年何月能遇见你？整日心事难受，随风漂流，饮一壶浊酒，独听一夜相思的愁。只想看你红颜笑，是非名利从此了，前生悠悠，我等你回头。远处清风明月，捎去了誓言，良辰美就是想好好看看你。这几天忙都没回来，你在干什么呢？妾本来给爷做了很多好吃的，但是爷都没回来。哦，那岂不是多浪费了？没有啊，我都吃。四舍五入等于我也吃了。这几天好不容易闲下来，我带你去逛街。聚义堂，这地儿看起来也不过如此。刘商，改天爷带你回去见见大世面。好。哎，对了，你还有什么想吃的、想喝的，还有想玩的，都可以跟爷说。可太多了，爷确定想听？当然。龙你到底行不行？就转了几十次了，一次都没有转到龙，要不然换我来。等等，谁说爷不行的？爷必须行。不是，云裳，你别笑啊，爷肯定能给你转到那条龙。再来，给爷。转出龙，你龙，耶！云裳，我赚到了！给你，笑看世间，多少故事时过境迁，忘不掉是你的眉眼。痴人万千，多少故人还能相见，心底仍有温暖蔓延。且道人世别离，几许漂泊，寻寻又迷离，何年何月能遇见你？送你。整日心事难受，随风漂流，饮一壶浊酒，独听一
相思的愁，只想看你红颜消失在命里从此了，前世悠悠我等你回头，远处清风明月收起了誓言，两全美来，哎，谢谢你。我是无辜的，我是无辜的，你们知道我是谁吗？我要见皇上，我要见皇上，我要见皇上！好什么好？孙淼大人，今时不同往日。你还是消停些，吃你的馒头吧。馒头。承运皇帝诏曰，将军孙淼营私舞弊，利用职权谋取私利，谋害平西王，贬为庶民，发配边疆，永不回朝，钦此。你确认这孙淼背后另有其人？陛下，这孙淼突然认下此事，实在蹊跷，想必一定有其他的幕后主使。他们若是想要动手的话，必定会在孙淼发配边疆的路上下手。你这么快就替朕查到了细雨阁的相关线索，朕很欣慰。朕决定赐你一门婚事作为奖励。我现在就去告诉你姐姐，她会为你高兴的。陛下。狗屁，狗屁！什么丞相之女秀外慧中，就是狗屁！这是好事啊，圣上给你赐了一门门当户对的婚事。这也有助于国舅爷在朝堂上的地位。这是哪门子好事？说是惩罚还差不多。除了你，我什么都不想要。爷，别生气了。圣命难违，你如今生气，也只会气坏了自己的身子。你为什么毫不生气？我都要跟别的女人成婚了，你为什么毫不在意？爷不必冲着云裳发火，这圣旨又不是借给你的。爷心中有气，也不必撒到我的头上。妾一介民女，难不成还能替你去忤逆圣上不成？对不起啊，我不是冲着你。我就是冲着这个事儿，不行，我明儿就得去找皇上说清楚。你说说看，你什么苦差事？夫人才刚摊上。哎呀，谁说不是呢？赶紧吃啊，吃完还得赶路呢。多吃点。真累呀、关羽，我好饿呀、给我口吃的吧。吃什么吃？你还想吃、来一口。
的吧？啊！我是来杀你的。我现在给你两个选择，要么你自己去跟皇上说，说你不想要这门婚事，你要退婚；要么我就把你像这样绑去宫门前，让你进去说。你说什么都没用，我这人就是这么不讲理，你要娶了我才有的罪受。哎，别墨迹，赶紧的。你个疯婆子，爷本来就是要去退婚的，你绑我干什么？当真？哼，要不是今天侍卫出去办事儿，能着了你这疯婆娘的道？随便骂，尽管骂，只要今天您能求皇上把这门婚事退了，怎么打我骂我都行。我先回去了。最好事成之后，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。止步！你不知道我是谁是吗？拦着我干什么？就知道你是国舅爷才拦的。皇上有令，这几日若是国舅爷前来，恕不接见。那让我进去，我是丞相之女顾魏如。皇上下旨了，顾小姐也不见。我。云裳，云裳，爷既有前程佳偶，云裳留下无益，愿爷日后前程坦荡，百年好合，莫再记挂云裳。爷，爷料事如神，幕后之人果然选择在孙淼的流放之路上杀人灭口，但我紧赶慢赶，还是让细雨阁的杀手得了先机。孙淼已经死了。不过爷，有个奇怪的事情，城内有一位姓王的商家，得知孙淼被流放之后，大张旗鼓的喝彩。我找人查了一下，说是半年前，这王家的独子和孙淼在烟花之地因为一个女子争风吃醋，孙淼失手打死了王家独子，王家当时求告无门，事情不了了之了。我顺着这件事情查了一下，当初帮孙淼摆平此事的人正是宰相谷平章。我知道了，孙淼和顾平章的关系我会去查。
云商离家出走了，你去找找他。是。居住。先王临终前召朝中老臣于御前见驾，平西王和顾丞相顾平章似有争执。顾平章这个谁都不肯得罪的老好人，竟然会和平西王吵架，这是顾平章会干的事儿？而且这种紧要关头，这两个人到底在吵些什么呢？还要刻意涂抹掉。陛下，臣在翻阅史官记录之时，曾发现先王陨落当日曾召见过文武百官，其中顾丞相和平西王二人却在暗处起了争执。另外，孙淼半年前在烟花巷打死过一个人，也是顾丞相帮忙解决的，这二人之死皆与顾丞相有关，此事必有蹊跷。顺着这条线索查下去，朕要看看顾平章的序和到底有没有关联。是。嗯，陛下，那臣与顾家的婚事。吴伦，别以为朕不知道你打的什么心思，我真查到了什么，朕不会推你入火坑的。嗯，谢陛下。不过陛下，眼前细雨阁调查进度缓慢，臣有一计，臣想买凶杀自己。爷，找到云商姑娘了，我们走。老板，昨天国舅公府出大事了，什么事儿？国舅爷遇刺受伤了，严重吗？这我哪知道？有人买凶杀吴伦，难道是我连累了他？偏偏又是十二。大人放了我吧，留我一条狗命吧，求求你了，饶了小的吧，吃一个吧。一个枣，一颗人头，你吃了两个。
还我一个吧，还我一个枣吧。对不起爷，我明知道细雨阁的人会动手，还是没留意让您受伤了。喂，这是些皮外伤，养几日便好了。只是没想到细雨阁的人下手如此之快，我们还是不能掉以轻心。是。云裳。去找他，他怎么过来了？难不成细雨阁派来杀我的人是他？吴伦，听说你受伤了，我过来看看你。你的相好呢？什么相好的呀？没有。行了行了。还害羞上了，别装了，狗都看得出来你喜欢他。所以你也看出来了啊？你说谁是狗呢？对不起啊，我不知道你伤的是这儿，我。这个行吗？哎，行了行了。中气十足的，身体很好，没什么事吧？你还想让爷怎么样？知足吧你，本小姐今天。可是背着我爹偷偷溜出来的。你爹不让你出来看我？是啊。以前呢，上赶着催我跟你培养感情，现在你受伤了，倒不让我来了。这老头年纪大了，越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。行了，感谢顾大小姐的好意，我先领了，改天请你吃饭。真的？嗯，那宴为定喽。爷，顾小姐已经安全送回丞相府了。我今日跟顾魏如耽误那么多时间，也不是没有收获。看来这顾平章的确不简单。你派去丞相府盯梢的人先别撤，盯牢了。云裳姑娘，还在。或许是在等机会动手呢吧。
是念三啊。嗯。怎么，你对我的猎物也感兴趣？既然是同门，我分你一刀如何？十二，我没有在同你玩笑。有意思。我不想伤你，你不要逼我。是吗？今夜挺长的，我先陪你玩玩如何？是我误会他了。我们去找云裳。是。念三啊，你没长进啊，这么久了，本以为今晚你能陪我玩很久啊，可惜你不争气。那没办法了，只能先解决了你，再去杀那个吴鸾了。来，吃一颗。哎，哎，允许任何人动无论。我虽然不喜欢你这个人，嗜血好杀，但想来也是细雨阁把你变成这样的。希望你下辈子投胎去个好人家。今日之事，也不知道能瞒多久，走一步看一步吧。你说一个杀手怎么会把自己的兵器弄丢呢？
念三，你知道十二去哪儿了吗？那是你的活，问我做什么？你今日来找我有何事？我们细雨阁的一个杀手灵一，曾经是阁主最喜欢的杀手，他因为刺杀同门被阁主赐了极刑，让阁内的每一个人都刺他一刀，直至血干而亡。我没兴趣听故事，更何况还是一个听烂了的。哦，是吗？云商，你昨天晚上去哪儿了？云商，云商，也找了你好久，云商。我想你。这不是国舅爷该来的地方。国舅爷，我那日在信里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你我本不同世界的人，你又何苦非要找到？因为昨夜我看见你了。你昨夜见到我了？步步为营的心机，却还丢了你，烟云雨水情难寄，思绪汇成记。海棠微落，梨花鲜血，轻叹此离别，水空流尽了几多愁。阴差阳错的结局，如寒风骤雨，转身如魂的眼睛，怎能说得清？浓水不消那残酒，归梦绕青楼，相思只在豆蔻梢头。东篱把酒黄昏后，又暗香依旧，才下眉消愁。又饮樽酒一西楼，望月似帘钩，才下眉头又上心头。长风绕起魂一段，空有梦相守，去年今日别君愁，去年今日别君愁。